Hello， 朋友们，都说爱笑的人啊，运气都不会差。啊，这个啊，走在海边意外发现了这一窝的小海龟啊。更为震撼的是，这个正在出生当中啊。别的作品我都可以不要双击啊，这个作品咱就给一个双击吧，给个关注啊，祝小海龟生日快乐了。啊，马上直播干，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看看我手里边这是啥啊？我有密集恐惧症的，我先说声对不起了啊。这个是大闸蟹的小时候，这个在一个月大的时候的样子啊。有很多朋友第一次见过这样的大闸蟹宝宝啊，就反手给个双击。有了老铁给了个关注，看我直播赶海喽。Hello， 朋友们，这个叫墨鱼啊，但是有很多朋友清理的时候啊，会不知道把里边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给它扔掉啊，千万别扔。这个叫墨鱼骨，给它磨成粉以后啊，这涂在伤口上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止血作用啊。学会了没？学会的话留下一个赞，看我赶海直播了。Hello， 进来的哥哥姐姐们啊，这是我晚上赶海的时候啊，在一个废弃的渔网当中发现了搁浅了那么多的泸沽虾啊，属实第一次见过这么壮观的场面。还有很多泸沽虾已经都怀了宝宝了，所以咱就给它放归大海吧。如果这一次放生让我许一个愿望的话，我希望屏幕前的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关注看我赶海直播了。